嘿，大家好，白豆油。哇哇，车子撞烂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人在竹北，我们要去参观一间蜜蜂的店。嗡嗡嗡。今天白豆要带我们去蜜蜂园。爱蜂园啊、哦！爱蜂园。我是蛮喜欢吃蜂蜜的，我可能是马来熊。等一下叫你拿蜜蜂，你敢吗？敢啊！我被蜜蜂叮过啊，好痛。到了爱蜂园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老师呢，就是老板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？我是胡子很多的胡须环哈。我觉得老板有明星脸呢，那个连胜文啊。对，好，今天老板要带白豆油体验一个很特别、啊，你有体验过吗？你有穿过这个吗？没穿过这个，这是为了保护脸嘛，保护你俊俏的脸庞。那我要带两个，不要突然大声尖叫，因为突然大声尖叫呢会吓到我。出发喽！你会紧张吗？不会啊，我也是被叮过两次呢。哇，连胜文好勇敢，不愧是老板。嗯，来，白豆要尝试了，好像轻而易举。对啊，这没什么好怕的。这只在干嘛？头探进去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吃蜂蜜，在吃蜂蜜。在吃饭哎、欸，我手不敢过去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先给我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两只手，两只手掉下去，还好还好哎 ，OK OK。你现在，哦呀，我脚好痒。淡定。为各位展示一下，爱蜂园的蜜蜂。这个违章建筑，我要把它铲掉。哇，拆掉，好可惜哦。哦，好软哦。真的很软哎，上面这白色的这个部分就是一般人讲的蜂王乳，然后这边有一只白白的，这一只就是发育中的幼虫。这个看到这一只哦，它就是女王蜂。那你们怎么找到它的、啊？好好笑、哦。它体型特别大嘛，找到之后就把它抓起来，拿那个记号去点啊。然后你看它有找到的地方要下蛋，它那个尾巴就插到那个洞里面去，就要下蛋。那好几个的话，他们会完了。哦，它抖掉了耶。我们要把蜜蜂都抖掉，不然它跟着我们到离心距的话，它会死在里面。哦，这味道好甜哦。行啊，行啊，好，顺时钟，现在要顺时钟，对，现在要顺时钟，你不可以逆时钟。来喽。你看我们采收，可以了，真的就这么快。因为你甩太用力哈，上面有参与的幼虫会被你弄受伤，甚至会被你甩出来。哇，这样看起来。然后每个月份采下来的蜂蜜味道跟颜色都不会一样。有吃过蜂蜜吧？超爱。来，这个小礼物啊，你自己亲手分离出来的。把它干杯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来，其他的我们就到室内聊了。好，来，请跟我来。这是什么？现在老板给一个不知名的东西，给一个神秘饮料，有点像尿尿。好，你喝喝看。老板说猜对就可以喝蜂蜜啤酒啊！我知道了，蜂蜜水。我觉得喝到最后有一点。柠檬的味道，还是这是蜂蜜柠檬水？你们喝的是我们在今年三月份采收回来的荔枝蜜，它是我们在那个南部的荔枝果园内采的蜜。这个比刚刚那个颜色深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少喝水，一些那个红葱头吧，应该是花瓣吧，开喝喽。哦，酸哦，好酸。蜂蜜醋，好，老板公布一下，蜂蜜醋就是蜂蜜醋啊，就蜂蜜醋、啊，玫瑰蜂蜜醋啊。然后你们现在请你们喝的是这个有在加玫瑰花瓣下浸泡的，所以它多一个玫瑰香气，然后颜色也会变得比较红一点。里面都是玫瑰花瓣，这就是玫瑰花瓣哦。这一公斤10000多，哇！那吃蜂蜜有什么好处？会变得跟我一样帅。来，预试一下。在试吃蜂蜜的时候呢，我请你们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欧式花粉面包，好烫。都要吃啊，开吃。你喜欢这个？这个是没烤过，这个是烤过的。嗯，老实话，烤过比较好吃。
这是你们应该从小到现在应该最想吃到的一种。还有没有小时候的回忆？麦芽糖吗？嗯，我好像对这个没什么回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里居然有一罐蜂蜜给我长这样，这谁敢买？老板退货啊！坏掉蜂蜜啊！退货，这样子的蜂蜜是不退货的。会有这种状况，是因为蜂蜜它会有很大量的葡萄糖，浓度够高，它就会粘在一起变结晶，然后沉淀在瓶子底下。嗯，甚至有可能你整罐都结晶，水会结冰吧？结冰是好还是坏？结冰没有什么好坏之分，所以跟蜂蜜结晶状况是一样的，它结晶也没什么好或坏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蜂蜜不能冰？它低温的状态下结晶速度会比较快，所以放不放冰箱无所谓，就是说结晶的速度会快一点而已。那刚刚老板很骄傲的说蜂蜜的事情问不倒他，看看我能不能把老板问倒。老板刚刚说蜂蜜不能碰到水嘛，然后我想问老板，一公斤的水和一公斤的蜂蜜哪个重？一样重啊。老板答对了。下午茶时间到了，喝咖啡好，快睡着。喝蜂蜜你会加柠檬吗？啊，我会做这个哎，真的超好喝的。有喝咖啡的话，你们可以把它放进去，就直接拿起来。我直接这样吃哦，来喽，挑战吃柠檬，看我能不能吃柠檬不变脸。应该是甜的啦，应该很甜。其实不酸啦、啊，我觉得我算挑战成功。哎、欸，这是黑咖啡对不对？嗯，10到15cc啊，看你个人的喜欢的味道了、啊。我、变得很好喝哎。你要喝看，先喝看是什么原本纯黑咖啡的味道。原本的、我觉得一喝完就觉得加那个柠檬片的有差。对，好喝多，因为黑咖啡很苦，就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对，而且蜂蜜还可以加在啤酒里面。哇，我觉得它这个包装就看起来很美味。蜂蜜啤酒，我觉得这个 logo 做得像星巴克。哦，好甜哦，我觉得就是好喝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让我们这些喝不到的人可以感受一下。有蜂蜜的香味的啤酒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老板，来，老板谢谢。你叫老板讲最后那个很好笑哎。对啊，跟我一起。如果喜欢这影片，就帮我订阅起来，分享出去，留言给他，流出来。拜拜。拜拜。